Hello， 大家好，我是越南壮族小袁。今天小袁拍这个视频是想分享给大家看一下我剪头发之后变成怎么样子。然后等一下我就让小美阿生来帮我剪吧，因为现在疫情严重嘛，我们都不敢出门，所以呢我们都不能去理发店，就是让阿生小美来做理发师吧。现在我们去找小美阿生吧，大家记得期待哦，走吧。小美阿生，不、哦，你们帮帮我剪头发吧，我头发太长了。小美，我爸爸，你们两个来帮我剪头发， okay, 来打个招呼嘛。大家好，我叫阿生，我叫小美。你为什么让小朋友哭了？他妈妈去哪里了？妈妈去回家了。回家了。来来来，你们帮帮我看一下我头发嘛。OK。看一下头发，真的要看一下。你们看长不长？太长了。短呗。挺短。可以了，这里都没有镜子。可以了，你看，小心啊。可以了，去麻烦剪短，这里剪短了，从这里剪。怎么了？怎么了？哎呦呦呦呦呦呦！没。然后现在我要先去洗头，等一下就是让小美阿生来帮我剪头发。OK。OK。小美刚刚去拿剪刀来给我，等一下他就帮我剪了，你要小心一点哦。Okay, 我怕。今天小美就来帮我剪头发。今天我来做理发师。对对对，理发师不是吗？剪头发的不是理发师，你说是吗？不是吗？来来来来来，再再等等呢，再等等啦，弄几下。嗯，要不然要不然打粉的干棍。哈哈哈哈哈。那个剃头漂亮些。刀这里
你就这样剪吗？快点干打！你们就这样剪吗？快点，来了，拿着打不匀的面，来都快干了，快干。我们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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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要哭了。我们啊，哭了，我们很高兴。我们笑了，小圆哭了。我们高兴。小圆哭了，喵喵。你们好了没有？哇，太好看了！好看吗？不好看，我打你们啊！好不好看？好看！啊，我的天哪、啊，我的头发！更短一点，再短一点！不要，我要留。I'm sorry.好爽啊，有人给我吹头发。到这了，跟男的，得跟仔，跟母鸡呢，了，别那什么了。这样可以吗？好看不？接短一点呢。你要剪短一点。OK。不要了，你看我他妈太短了，我真的舍不得。这样做的，好看吗？很好看，太好看了。不要了，不要了。你干嘛？哔哔哔，哔哔哔，阿彪，你干嘛听的？阿彪，哔哔哔，叔叔好，哔哔哔，叔叔好，叔叔阿姨好，叔叔阿姨好，小美阿生，今天要谢谢你们了。不客气，你们可以去哦。兔兔阿姨好，理发师了 ，OK， 很厉害，给你们点赞。OK， 好了，那我们的视频今天也拍到这里了，请帮忙点击订阅、按赞加关注，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再见，兔兔好，拜拜，兔兔好，兔兔阿姨好。